接地里把这间建拜新的日子里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收拾到夜的归来，引着我走信心的山谷，咱搭自己咱搭自己的你已不做真敬拜，心结的主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收拾到夜的归来，引带我走信心的山谷，顺境而落，顺境而落，逆境而落，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顺境而落，逆境而落，我欢喜顺坎行天路。快跑过来，快出来！咱搭着一支笔，伊抱着一件白，时间的助力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事到夜的归来，你带我走信心的山谷，咱搭着一支。咱搭出一支笔，伊抱着一件白，时间的助力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事到夜的归来，伊带我走信心的山谷，顺境而落，顺境而落，逆境而落，你安排阮等定着微微差错。顺境而落，逆境而落，我欢喜顺坎加天路。咱搭出一支笔，伊抱着一件白，时间的助力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事到夜的归来，伊带我走信心的山谷。顺境而落，顺境而落。一定啊啦，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顺境啊啦，一定啊啦，欢喜我欢喜顺坎行天路，顺境啊啦，一定啊啦，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顺境啊啦，一定啊啦。我欢喜顺坎行天路，我心欢喜，我欢喜顺坎行天路，我欢喜顺坎行天路。哈利路亚，咱就欢喜心来顺坎行天路，阿门。咱继续来赞美神，继续拍我们的主，献上咱的感谢，将这胖胖的子。来到主的宝座前，因为伊的信心，因为伊的主爱，直到永永远远。你的信心有偌大，上帝做工就有偌济。哈利路亚。献上感恩祭给我的神，慈爱存到永远。他真美好，卷草所求设想，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赞美，他全能的手满有权力，他慈爱存到永远。他已施下复活的新生命，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赞美，他心
再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他信实，他信实，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让神的灵更多的运行，充满在我们当中。献上感恩祭，给我的神，他慈爱存到永远。他最美好愿烧所求所想，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赞美，他全能的手满有权柄，他慈爱存到永远，他已施下复活的新生命，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歌颂，大声赞美他，赞美，歌颂，赞美，信实，他信实直到永远。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他心事直到永远，他的名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直地到日落处，他慈爱存到永远。以他的天我们努力向前，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赞美，歌颂，歌颂赞美，他心事直到永远。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他慈爱存到永远，一起来唱。他慈爱存到永远，他慈爱存到永远。是的，他慈爱存到永远。对吗？他慈爱存到永远。他慈爱存到永远，他慈爱存到永远，他慈爱存到永远。歌颂，歌颂，赞美，歌颂，赞美，他心事直到永远，他能力不改变。到永远，到永远，他心事直到永远，他的名不改变，他同在直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兄弟姐妹，咱请坐，咱继续来敬拜。伊是慈爱的上帝，伊是信实怜悯的主，伊嘛是疼痛咱、引导咱、保护咱、看顾咱的天父。无尽的疼痛
的帮助我，无意的听叹甲我滴滴，我知呀已经关心我，我知已经关心我。伤甲失落，只有你是我的依靠，我知呀你拢会看顾，我知你拢会看顾。
深的靠慕你，因我知主你伫遮，你听我的祈祷，你欢喜我的敬拜，让我的心会当无停无止歇，会当永远来阿罗哩，哈利路亚。Yeah.
全心来敬拜，我心灵敬拜你的心，尊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我的灵敬拜你心，尊名用全心来敬拜。圣神在运行在我们的当中，祂要把祂的自由、祂的喜乐、祂的平安、祂的医治、祂的丰盛要灌注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兄弟姊妹，无论你今天站在这个所在什么样的角落，我要邀请你来到主的宝座前，通过你听主的心，你渴慕祂的心志，让你的心灵成为活水的江河，要流涌出来，让你的活水江河，你对上帝的听成为一个优美的歌声，开阔你的心，把祂笑出来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邀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做新书的上帝，你
你是创造的万能的上帝。哈利路亚，我的脚步你。信心愿意来，望阮的心，愿得到头发。信心，请你来扶持阮的身躯，予阮得到勇敢、健康。信心，请你来，予阮搁较认捌你，行入你的光明的内面，成做上帝你的子子。信心，请你来，予阮行入你的新约技术的当中。活在超自然的内面，信心请你来，让我们成做一个基督的人、敬拜的人，让我们活在地上一生荣耀你的名。信心请你来，让我们充满你的快乐，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祈祷的时阵，祝你着应允我，让这个全地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信心请你来，来改变我的生命，成做胖胖的坐来到你的面前，主。我是你的工作，你所造成的，在耶稣基督的内面，感谢耶稣，阿罗耶稣，把一切荣耀归在你。我们的祈祷，我们的敬拜，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还用主的文来祈祷，我在天里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在地里亲像在天里。我的心今天给我们赦免我的过犯，亲像我们也有赦免过犯我的人，无你带我入地去，就叫我脱离那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止。阿门。再拍拍阿罗上帝。弟兄们，咱请坐，咱也来共读上帝的话。邀请蔡清泉跟黄进贤弟兄来带领我们。兄弟姐妹，大家平安。这是请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今日要读的所在有五位哈。第一位是《约翰福音书》第六章三十四节，因就对伊讲：“主啊，常常用这盒饼予阮。”第二位是《约翰福音书》第六章六十三节，何人我的就是神，肉体就无利益。我所甲恁讲的话是神，是活命。第三位是要读的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请：无惊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武万人的位，这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明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未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歹人毋是安尼，是亲像粗糠，予风不吹散。第四伊要读的是《约翰福音书》十四章第一节：恁的心目的白白，恁着信上帝，也着信我。第五伊要读的是《约翰福音书》十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一节请。我伫，我踮伫白，
会惦伫我，恁着信我。若无，就着因为所行的事来信我。我实实甲恁讲，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伊要行伊，就比遮的事较大个，也要行伊，因为我归伫爸。恁伫我的名凡所求的，我要行伊，何必伫囝得到阳光？恁若伫我的名有所求我的，我要行伊。以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第一处是在约翰福音6:34，请。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第二处约翰福音6:63，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诗篇1:1-4。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约翰福音14:1，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Amen。 接下来请看教会消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主日我们要恭守圣餐，请预备心领受上帝的恩典。本周李牧师讲到的主题是当相信神。约翰福音1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加入台南天桥教会脸书粉丝专页，可以扫描微杂志上的 QR Code。 教会在主日后会将讲到信息大纲以及补充经文分享在粉丝专页上，欢迎弟兄姐妹们多加利用。青年牧区2016侨及感恩系列活动，青年牧区在11月开始，在每周六的晚上将举行4的感恩特别聚会，邀请您参加，与我们一起经历侨及感恩的喜乐。即将登场的是在11月5日，是由仁一传道分享享受感恩的喜乐。愿我们活出感恩的生命，并真实的经历感恩的喜乐。
2016火车站圣诞节快闪活动预告。今年圣诞节12月25日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教会将在台南火车站举办圣诞快闪活动，确定的时间将会在近期公布，并在11月初举办活动说明会。这次的活动，我们需要有：第一，圣诞老公公2至3名；第二，圣诞车司机；第三，圣诞歌曲大合唱的演唱人员。同时，活动当天也需要有弟兄姐妹协助发送福音单张、教会邀请函以及糖果等等。我们热情邀请弟兄姐妹们共襄盛举，一起参与2016火车站圣诞快闪活动。一则请洽教会干事或是快闪活动的负责人李世纯姐妹，电话是0972-277-308 0972-277-308。南都电台 FM89.1 频道天桥之音广播节目，由林宪平牧师主讲的天桥之音单元，在这个礼拜天早上8点到9点将主讲与基督连结且充满信心，晚上10点到11点真情相遇单元，本周我们邀请蔡子瑜牧师与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见证、神的带领。11点到12点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本周播出的曲目是舒伯特及莫扎特的作品，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们按时收听并分享给身边渴慕信仰的朋友。接下来，让我们以充满喜乐的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为我们讲道分享。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咱要请咱教会上恩道的兄弟，我叫做天桥老和尚团。啊，现在很少西瓜哈，你都叫引导啊哈，啊，请你来哈，陈校长哈，来，请你们来献一首诗歌哈。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你家隔壁人请安，愿主的平安跟咱三个同在。我以前啊，第一天伫要讲道的时阵，我拢祈祷上帝，好我唔好拿着一支麦克风是四号的，总是拢较近都近四号的只。啊，等我拿着，现在拿着四号是关顶迄个换皮的当讲个声音个用袂好势，所以怪怪。四号好像是一个魔咒。第一。七八年前，伫第二堂聚会刷了，我拢有伫替人祈祷，啊，得个牙白啊，你知吼？因为足侪人用心要祷告，所以拢爱摕一支白啊来互我祈祷。啊，有一个姊妹，带一个癌症病患来互我祈祷，伊第一礼拜来，抽着四号的，啊，伊就甲同工讲，佮会使换白机，伊讲无要紧，即个袂死。第二礼拜来，伊个抽，个抽到十四号，有可怕无？十四号。第三礼拜来，伊个抽到四号，第四礼拜就无看到啊。然后我这个刚刚讲，从此以后，我们那个牌子不要用四号。总是了，无四号了，就拢无人给我记得啊。咱对于数字吼，拢有一个看法啦吼。我要问你，你有在看黄历的人请举手？黄历，你都没在看吗？很奇怪，就是咱的教会，若有人结婚的时候，拢是大家人在结婚的一天，好日子，大家拢结婚，你敢听？啊，那你做个别礼拜嘛，选一天安尼啦，大家拢同工，那也无爱无人结婚的时你结婚，啊，人你大时你不用的时间啊，卖去大安尼吼。所以我在想讲啊，兄弟姊妹，实际上犹太人伊嘛有延年历啦，吼，五七七年吼，第一个月安怎，第二个月安怎，第三个月安怎，啊，实际上五七七年中间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逐天会安怎，伊拢有解写个足清楚个。实际犹太人嘛有啥物，伊嘛有年历啦，所以你唔免烦恼啦。你看台湾的年历甲啊犹太年历是差无偌济，啊，我袂甲你见怪。啊，后礼拜呢，咱有一个跳脱痛的一个。代志就是四周的妈妈吼，啊张德娘啊，因爸爸啊，因爸爸的太太啦，春季节吼，春季张德娘过星期，这礼拜吼过星期，啊第礼拜六要做个别礼拜，啊迄天是作协会的日子，我知你无看见，迄天是你跟我讲的，啊我也未甲你收费的费用哈。啊你今晚我真忙吼，但有当时啊，我伫基督内底的人吼，较卖去互受束缚，我感觉伫基督内面的人，逐工拢是安那。拢足好日啦吼！只要你的心境是对的，那每天都是对的。所以我一直爱咱大家人，咱的迄个思想，咱的意念，爱有真大的突破甲改变。你进个基督的内面，伫过去你是活伫世界啊，你忽然间潜入入去甲神的内底。我知影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已经救你入去甲天国的所在。救入去甲圣经耶稣基督个内面，咱拢常伫念讲为黑暗啊受拯救，进入甲啊荣耀圣洁的国度个内底。我感觉这无唔对，总是问题点是，你这边换一个意念的时吼，你个若无一直读圣经吼，你一直无突破迄个神的话吼，你内面是空的啦，你里面是空的。这礼拜我拜五会使去甲一群同工去行路，透早六点去行路，啊，我着行去甲神人伊，我会无效。走到我的母校，我就去祈祷，跟上帝讲：上帝啊，好在新人的学生为当了后，因无过啊研究神学，伊是话要将神甲挖出来见证神啊，互因不断经验神啊，我就伫遐祈祷啦吼。啊，祈祷家己感觉足满意啊，等到厝的时候嘛，有一个满足感啊，我终于可以回到学校为这些学校的学生祷告呢，为老师祷告。等其他我坐咧吼，我就是想甲讲吼，甲讲我是过去的现况，过去的情况是比今麦新学生较凄惨安尼啦吼。阮较早拢爱圣言考试嘛，啊，我拢无读，啊，老师本就做阮考试，啊，我拢搞白纸，啊，老师甲我问讲，你哪样搞白纸？啊，迄个老师足好，叫做桂英美牧师，伊就讲我。啊，很平静，拢无写，啊，那老师咪好你分数，我讲无写吼，比有写还较高。因为吼，
有写的吼，因无拄拄画会出伊写的物件，我就是无写，所以我将来拢画会出来安尼啦。啊，老师甲讲，你拢甲讲啊，看啊，到底会啊袂啦？我讲当然咯，我起码袂将来我会安那，我会啦吼。伊讲你安那会啊？我知老师吼，伊最爱啉咖啡嘛，你啊，伊都最爱啉迄足好的咖啡，所以我就拢会去买足好的咖啡豆啊，送互伊。送互伊时，我就甲讲老师，你甲看我画出来无？你敢不知老师吼，我的骨肉的考试是99分啊。99分就是用咖啡换出来，所以你若要去天堂，拜托你吼，我都爱对耶稣较好诶。啊，虽然你无读圣经，爱对耶稣较好。啊，然后我伫想讲，安奈开始吼，我受车牌入去到教会时，我发现我里面是空的，看你姊妹是空的。我发现我毋知咩在误会，我有一个惊吓，开中执会时吼，我就不多听，因为长得足够美，即个团队啊牧师啊，就不多听。我每一个讲道的时候，拢一直看时钟，那拢时钟加遐慢，因为我一讲道，大家拢困了呀。啊，所以就感觉讲，时间过得很慢啊，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啊，里面充满了惧怕啊，无能，不晓得怎么面对我的未来。大刚的想讲，我要去美国留学，我都不会无去，我要做博士啊呢。大刚在想这款的梦啊呢啦。所以我迄时阵吼，有当时会惊啊，会惊的原因是因为我住喺厝吼有。有一次我出去，啊，有一个教会隔壁的人，跟我讲，你是新的团队吗？我是啊。讲啊，我跟你讲哦，你住一间厝吼，较早是蒙阿地哦。你房间迄间吼，就是较早一个蒙，啊，你一间迄间也一个蒙。啊，伊佫甲问讲，暗时敢要来找你？就是隔壁人讲，甲讲这款代志啦。啊，你会惊袂？不过无过过一个囡仔甲我讲，你莫说我跟你讲哦，伫迄个教，你住个甘美林纪念馆宿舍的所在，佮教会中间有一丛树啊。迄阵时我有一个阿兵也死去哦，啊，足侪人暗时拢要看到伊坐伫遐哦。你若坐伫遐，你免惊，伊是咱教会同工，你甲叫阿兵也好啊。哇，你看那种气泡 会在这里的里面，真空嘛，里面真的非常的空，空到不行。那么有一个靠山的牧师哦，为台南做东西，甲我讲，很平，咱赶鬼。我讲，哎呦，你也无甲约就要赶鬼。我讲，你唔着甲约一时间。团队人哦，任何时间拢为上帝做工。啊，我听着赶鬼着软落来，因为我毋捌赶。我就甲讲，我即下无闲吼，无等一下好无？我叫中安长老甲你去安尼。啊，我是内面惊遐，我毋敢去。为甚物？我将惊去了后吼，赶了也无好势，赶了也无好势。啊，鬼出来我身躯顶面哦，有那种惧怕感。啊，你看我一直想想讲，我为什么这么空？原来没有什么，没有神的话，无上帝的话，兄弟姊妹，就是基督徒吼，做我讲道理。无什么，无上帝的话，咱无法度为上帝的话去领受，去改变咱的想法，改变咱的心思，和上帝的话，加做咱的生命，加做咱的灵，和咱有开来当镜头前的路上，咱拢足爱祝福啊，主啊祝福我啊，里面是什么？空的，所以你内面是空的，内面就是黑暗的，所以上帝吼将迄个天顶的温哥倒好你的时，倒开入来，开来第二时变成啥？变成草的。啊，上帝啊，你祝福我，好啊，有足济丰富的米，丰富的金钱，啊，掉落天变成什么？变成银砖。你知银砖在创啥吗？你知金砖跟银砖？迄一讲一个牧师甲我讲，足济会友你爱收的拢是银砖。你知银砖在创啥吗？你唔知啊？金砖就是拜神的，银砖就是拜死人的，有可怕无？我迄牧师甲我讲，很平。恁教会是属天也属地。我当惊一下，讲个甲问一下，了后甲讲哦，足济基督徒拜到尾啊，敬拜上帝了，上帝丰富倒入来了，那变成啥物？拜魔鬼的物件，变成伊最大的捆绑。我惊一下，了后我甲上帝讲哦，上帝我应该好好读你的话，无读无代志啦吼，愈读愈济代志。我听阿伊讲，你看一个圣经章哦，你现在读一个圣，我带咱转念哦，你现在读圣经哦，你必须要转念一下，不然的话你永远转不过来。你看诗篇吼，你看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你看好来，我嘛要甲恁讲一个好消息，就是你若未困的人，读圣经绝对困起啦吼。你这些好处是安怎呢？咱的内面足侪世界，我们里面很多的撒旦魔鬼世界，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里面会受不了，啊，就安那，伊转好你把酒转那，转困，然后很容易的。各位另外一款的现象是，读圣经是哈气来，哈气先举手。我较悬嘞，我做这个，一直里面的世界很大，所以你会一直哈，
一个姊妹甲讲，伊咧读圣经伊哈气，爱妈妈坐伊对面嘛哈气，伊人伫边嘛啦嘛哈气安尼啦吼。伊讲牧师甲阮兜个鬼拢安啦，挂掉安尼啦吼，安尼哦。哎，我感觉讲，嘿，不要紧，读哈气的时候你唔免烦恼。圣经是安尼吼，你目睭看吼，你一定爱安啦，大声读出来。当你要哈气的时候，爱安啦，更加大声。你等你将伊读出来时吼，那个圣灵的能力要释放出来。那个圣灵的释放出来的时候，是充满整个屋子里面，圣神的灵力给充满哪里？充满整个屋子哦。所以你读圣经，我未使干那用什么？用目睭看，安尼做功课。我今未今未，那就讲今仔以后读箴言第一章，更加会好听安尼吼。啊，对，书我读完了。你若读安尼吼，就是咧考试啦，真的在考试。我唔忙吼，你若每一届你读的时候，一直要困起的时候，你要大声怎样？大声的读出来，你知道吗？你要跟主说，捆绑我的都离开，你知道吗？那你就会越来越精进去读经。来，请你对我读看麦，好，来读看看。OK， 我读一句，你对我读一句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恶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恶人的计谋。我不跟从，我不跟从恶人的计谋，恶劣的计谋，我绝对不会跟从。不占罪人的道路，罪人的道路，我不会站在上面，我会远离罪人的道路。我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傲慢人的座位我不坐。我要谦卑，我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好，来，今麦你读的中间，你把它大声吼。那在读几次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你不要很快，你一定要去想说，我敢有惊？你我敢有恶人的计谋在我内底？我敢有徛罪人的道路？我敢有什么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我敢有足骄傲？你也开始去想些物件了吼。真的要想这些东西，真的要想。咱大家拢都在做些问题啦。我们真的遇到很多问题哈。我讲伫十月二号礼拜迄一天，礼拜三，有一个兄弟就行入来，甲我讲：“牧师，你会认你我袂？”我讲：“我袂认你，你是甚物人？”伊讲：“我叫做大头啊！”啊，我这人足趣味啊！吼，伊讲伊大头啊，我讲我石头啊。我想你跟我讲笑的啊。伊讲，咱今日来算一条小安尼啦。哎，我才知影严重了。啊，伊讲，我伫六当前买一块地啊，两百万，即马几千万，你知影吼？嘿，咱来分一寡安尼啦。我说，哦，严重了，你吼，再要跟着分哦。我讲，这地伫美国，你若知影遐侪钱啊，嘛无买啊，然后伊就讲，伊讲又听到，啊，伊毛介绍到。我讲，你六当前那无提钱，即马才提，伊讲伊即马无钱。哦，安尼啦吼，就是要甲你恐吓嘛，要甲你威胁嘛，对不吼？啊，你要伫外口讲嘛，外口佫一个佫出来。对吧？外口佫一个嘛，伫外口的所在徛伫遐，我就知迄个同谋啊，伊吼。我听到我就足生气啊！吼，我就想讲，即款的人渣吼，那无甲剁成两块袂使呢吼。啊，要甲抬哦，抬个死安尼袂使呢啦吼。安尼，心内充满生气安尼啦。啊，听哦，我啊去甲伊讲，啊讲了后呢，我讲，我想也是安尼啦，一两万块给伊吼，较袂安尼来甜啦，你知吼？无吼，伊已经来过了，来超四五届啊，你知？就种这个地买了，定来，唔是这个就是迄、那个，伊拢叫人来甲我填安尼吼，我啊解决掉安尼，就要把它解决掉。啊，即马解讲好啊吼，即马下面来迄个人，即马嘛佫出现啊。你牧师，我有听到哦，我敢会使分一分？有严重无？你会不会气死？啊，这人拢在创啥？逐工就是拢无代志，拢在唔做工课，逐工拢想讲要对提钱安尼啦。我啊，昨迄个一个吼，迄个阿狗啊。伊打电话，伊讲牧师，我讲阿狗什么代志？无，我什么代志？你讲，无，我讲你免惊，你讲，我甲伊讲哦，你莫一问我，讲你搁讲，无啦，你无好我嘛是会搁找你，惧怕，然后怎样？里面会让你会充满为什么生气？有没有？我就心里想说，哦，主啊，你知道，开始叫主嘛，然后。派天使天君杀死他们，对啦，啊，是不是讲唔对啦？吼，他们是个可怜人，他们现在是无代志做，无得食饭，他讲咧讲分，
啊，我要分给他一点，要什么？我就想说啊，我们不要什么有恶人的计谋在的里面，罪恶的道路我们不要站在上面。你看这种骄傲的座位我们不要坐。你看看生命，如果你常常做翻转的时候，你就会远离这些东西。你个看，个看下卡来，那个看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了。我一爱妖坏的话，我一爱妖坏为日夜思想。所以你读神的话了吼，读神的话了，你跟上帝讲，所有的消极面都把我除去，所有的罪你都把我除去。你跟我读马太第五章，足歹读的哦。爱你的敌人，有困难不？对我讲，对我讲，这个来，爱你的敌人，我不是爱我的敌人，不是爱我的敌人。安尼有困难不？有没有很难？耶稣讲讲吼，人爱该巴正平，啊，你得爱倒平安呐，够巴结。所以我经常该巴结的是，你爱该王牧师，爱该一边。你有感觉讲有没有很困难？那神的话真的要把你磨吼，磨到你这个人没有自己，只有耶稣，你知道吗？啊，所以你爱该上帝，我上帝啊，我唔是跟他谈，我要吼，我要开始祷告，把所有的消极面都拿走。积极面要建造在我的里面以外，我要作业常常去思想神的话就在我的里面。我时常的思思想吼，神的话在我的里面，把神的话就变成我的生命，变成我的灵，他就掌管我的一切。哎，你看第三节的所在，你看第三节，就像一棵树栽在什么溪水旁，按时栽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怎样顺利。你若上帝话在你里面，你日夜思想他，你每天吼读伊。你看伊、读伊、祈祷伊，然后给他画着脸、画着画面，给他挖出来时吼，给他挖出来，把神的话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那就一张树啊，在你 KGB 一暗时安那，结果子树叶嘛安那，未高大，伊所做拢安那，所做的一切都怎样，尽多顺利。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等你要行入个神内底时，其实你想要跟的，不是干呐，相信神。你要相信神，就爱相信神的话。你要相信神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什么？相信神的话，都要讲出来。我相信神的话，我相信神的话。所以你等你相信神的话时候，我，你爱个上帝，我要使用肯定你来宾。想讲耶稣个海鲜公，你不要忧愁。啊，弟子，你拄着忧愁的时，你爱个上帝讲呐。让我怎样？不要忧愁，不要忧愁，让我常常喜乐。我要靠住喜乐，我要靠住喜乐。你常常该供出来喜哦，那个喜乐的灵就会开始涌在你的里面。你今天那我迄个人不未忧愁的啦，那迄人无困难的，那有一个人伊番活甲真好，我想是无可能的代志。你有感觉台湾有80%的人哦，80%拢活伫迄个忧愁抱怨的中间无？来，即马你看我哈，看我，你心内有忧愁的人像牙签，你也抱怨的人像牙签，来啊，来好来，台湾的文化是叫做忧愁跟抱怨，有一礼拜一个兄弟有够好，写一个文章给我，他讲吼，台湾是活在迄个抱怨的里面啦吼，伊在讲吼。这个政客吼，还是媒体吼，拢将迄足歹的消息给咱大家人，伊不给咱一个足正当的消息，你知影吼？伊讲台湾的人啊吼，80%是有厝的，安尼敢对？哎，啊，你别看，你即马大家兄弟，即马你也使听到叮当，你头壳个吼，你无厝通住的人，请举手。嗯？你家己无厝的人，请举手。真少哦，啊，一个、两个、三个，无几个。无厝通住，是无钱通买，还是无爱买？这个一项吼，你甲看吼，伊讲台湾80%的人拢有厝，只有20%的人爱讲租厝。房价、房价，一直甲讲房价炒到遮悬，啊，敢有影有悬？兄弟姊妹，我甲你讲，房价很低。你去北京看卖一个，你去上海看卖一个。安尼有价无？你台南市买袂起，你就去买咖喱就好。你五期买袂起，就去买坤新就好。干啥呢？像我市内买袂起，我就去买增加。
对不对？你怎么买那么贵的地方，看人住在高楼大厦？你怎么不改一个想法？你会不会很喜乐？我们教会一个兄弟，你去厝，我拢甲问讲，你厝卖得好无？伊甲我讲，牧师，那会卖得歹？大家去基督，你去基督了，拢也卖得足好个。哎，我讲我你厝是拢卖偌济？伊讲我拢卖足俗个，我是增加去拢去六七八百，哎，六百七八百安尼，啊，就推出啊未去，都拢卖了啊，那我就歹卖。大家嘛拢卖这款厝，我讲哎呦。你都我想讲有影就对吼，你都卖买起来，你去买对，较高我嘞，啊，较早起来嘞，用早的运动者，你干嘛想过这款代志？我们的想法就是我要看到一个豪宅，你看看我要住哪里？地堡有贵无？你跟那得去住地堡要创啥？干啥呢？你我要住一品大厦有贵无？足贵的，当然足贵的，对不对吼？我要跟林牧师住在一起有贵无？我足贵个，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改变一下，不要忧虑，不要烦恼。报纸所给你的东西都很消极的。我们那个看吼，这个世界所给你的东西很少是正面的，所以你应该跟说神啊，让我的忧虑完全离开。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必须脱离忧虑。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的上帝的子女，上帝会进到你里面时，神就会通过他的话开始磨练你。超能力看你会当真正经过上帝的话无？我伫北港大汉，我伫往做养子，人都足疼我吼。就我伫细汉的时候，看到我的家庭是有够好啦吼。我阿哥、我的老爸对我拢足好。我是食苹果咯，啊，饭稀饭汤，稀饭汤，安尼食大汉的啦吼。逐顿拢食足好。较大了后，有一天我等于北港去看我养父叫做金文，金文，我就甲讲，爸，最近好无？伊讲，袂歹啊，我最近做游览巴士，我为一家做个什么吼，已经有六家游览巴士，安尼有好无？哦，真好啊！过几无久我等伊，我讲啊，最近好无？伊讲，阿平，你敢无看报纸？咱的游览巴士伫迄个台中甲。泰山中间的大道客顶面，那些在游览巴士怎烧伊？内面四十外个拢烧死伊啊！安尼，伊讲，我讲啊，你艰苦，伊讲当然艰苦，总是免惊，人活着拢有机会。过无久，我搁去，伊伫饲鹅啊，鹅啊饲啊，逐只拢足大只。伊甲我讲，台湾孵化率上悬的，就是伊，伊知啥物叫相对湿度，所以伊孵化迄个。鹅啊吼，足个孵化安尼啦吼，饲吃一万外只、两万外只，好袂记得啊，饲个一大堆，我够欢喜个，他又站起来，过无久我搁去，我讲爸啊，最近好无？伊讲拢烧了呀，一暗呢，迄个电啊，迄个电怎啊失火吼，啊怎规个鹅啊场拢烧死了了，佮烧死一个囡仔，安有严重无？有严重，哦，我替伊足艰苦个，过无久我搁去。原来伊将迄块地呢，饲过迄块地，拢啊提掉去一间 Holiday Inn， 你知影 Holiday Inn 是啥？旅社，生意足好个。过偌久，我搁去，伊甲我讲，搁关起来。我讲啥关起来？伊讲有一个人叫做乌牛，你敢捌听到？乌牛，就是十大枪击要犯嘛。也一个枪无提，走面头甲扫掉。伊讲啊，无介意安怎？无欢喜，怎甲扫掉？安尼啦吼，讲好个太无死人，讲听变个是，迄个柜台小只紧拍你啦吼，所以扫无着。哎呐，无人敢大，所以用完个安呐，佮关起来，安尼有凄惨无？啊，听我甲问讲，请问安尼有问题无？伊讲，这世间那有甚物困难？都无去尔嘛。然后莫奇，伊个信仰说，伊甲我讲吼。一开始心内有耶稣，开始信耶稣，讲原来这些困难就是催逼我来信耶稣。哦，你现在有感动无？有没有感动？还是没有困难吗？有这种困难吗？你当我干嘛会烧厝？你当我看一台伊人把厝去烧去？我当我会烧厝？啊，你听一下故事了，啊，你想讲你牧师，你有经历这些困难？我跟你讲，我经历的困难比我老爸更加多，很大的困难。哎呀，困难拢在我的内面。无，我请问你，你敢捌半冬的中间，连续恁咱岛的人连续死三四个，大拢待袂了，足烦恼的，讲个人在论着我。啊，你有困难无？有没有很多的挂虑？
兄弟兄姊妹，每一个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是建立那一种信心，就是赢过这个世界、赢过困难的信心。你那是上帝的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神爱你，你必须要经过长久的训练、长久的破碎。你如果没有经过长久的破碎，你没有经过长久的训练，你没有办法去胜过自己的肉体，胜过自己所拥内心所拥有旧造的生命。我再讲一次哦，你若无经过这些破碎，你根本就无法度赢过你家己的肉体啦。你无法度赢过你的骄傲，你无法度赢过你过去霸占你心内所一切撒旦的溃烂。所以人就一个气人，上帝为进家己内面是伫帮助你安那更有信心，帮助你有信心，帮助你就是被建造起来。我伫细汉的时，我看阮教会囡仔，到了教会囡仔拢总爱穿个 A B 裤，恁敢捌穿过 A B 裤？阮那时代 A B 裤足趣味啦 ，A B 裤就是啊短短啊，啊穿个正吼，啊只老一代安尼啊，啊足帅气。啊，我唔敢穿是因为我脚足短，所以我都唔敢穿个 A B 裤啦。然后就讲咧，一个叫做 Lawrence 啊，肖龙斌讲讲，哎阿伯，我送你一件好唔好？我买，我足不爱流行。所以上帝，我内面我都唔敢穿，我裤你未看见安尼啊。我就甲伊讲吼，我是主导流行的人。你听我的讲啥吼？啊，因迄个时阵吼，足爱足正影车啦吼。啊，纳丹利法，你知影无？有水无？我时间都看到那老翠花咧吼，就是看见他纳丹利法的水啊咧。我那时阵吼，啊，足爱 John Baez， 你敢知有一个歌星叫做 John Baez？ 我唱给你听。哆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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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啊、哦！伊拢加个，哎、欸，阿平来唱一讲歌别吧。我讲我从来是唱歌好听，即马我无唱这个歌。伊讲啊，阿平，你拢听你讲迄款来做天顶的代志，然后未来代志，你想要讲这款物件？我甲伊讲吼，我们是神的儿女，咱是上帝一件吼，我们要怎样主导流行？兄弟姊妹，咱唔捌去想讲上帝伫我内面啦吼，伫我内面，伫我内面，我所做的事。会比做耶稣更加大，我所做的事会比做崇拜者更加大，我所做的事会比任何一个影响更加大。咱唔捌去肯定自己在我里面的能力。你读一下圣经，你读一下圣经哈，来，约翰十四章十一节，你读过没来？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过来，你得找一找来。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赶快，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怎样更大的事。你要相信，讲你所做的事会比耶稣更大，你所做的事会比保罗更大，会比彼得更大。因为时代就是安尼，当上帝会进到你内面的时阵，你就跟上帝结合，你。又有他的话，又有他的灵，又有他的生命的时候，上帝会加这段的灯，会加这段卡前的灯，跟路上的灯，会带我们向前走，他就会带领你向前走。我知道我们要很打拼，总是不能走，不能轮的，上帝会因为他的话在里面，你相信他的话，你所做的事会比这样更大。你相信说当你有上帝话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相信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上帝就引导你走头前不一样的道路。有一天、我在考大学、因为我不敢说我会赢过赢青、无定无定我考一间大学，考一间大学够好笑，但怎么考到我不知道，就反正我在考试都是微微，我不用微头前看，反正微微看就看到了。考什么试吼？考什么试？我拢为阿爸看，你知影吼？就是拢为阿爸安尼看看，都看到安尼吼。啊，我考大学的迄一年呢，我为阿爸看吼，无几项就看到我的名。第一档是安尼，第二档嘛呢，拢共迄间学校。我这种伊迄当阵考掉一间学校是足歹势啦吼，因为阮隔壁电影科啦吼。拢讲我阿爸，啊你今年考了安怎？嗯，我唔敢讲，无啦，无好啦。伊讲啊。甲阮老爸讲，不管阿姐恁遐囝吼，拢足含慢读啦。阮遮囝吼，大家拢足精英个。来，你看，即个一项一，即个一项一，即个一项一啦。啊，恁囝咧，头前三个，三个都读初中毕业，
一人读一冬。你讲咧，三个上读一冬，就讲初一个吼，要升初二个吼。阮哥去吼，初一个升未过，升未过初二个。另外，搁一个哥哥初一个嘛升未过初二个。第三哥哥初一个嘛升未过对初二个。安尼有简单无？这三个都初中毕业。伊讲吼，恁兜就是吼无读册命啦，然后啊，拢甲讲阿伯，你若考会着大学，我请你食饭安尼啦。啊，我嘛唔敢互请，安尼吼。我唔敢讲，啊！你后会甲讲，你到底迄个电眼科吼啊？医师在迄医生甲讲，阿伯，你甲讲你考了对？我讲我考条细心的啦。哟哈，考条细心的，未歹啊！啊，我考呀，我嘛无好呢。我是考条医院最后一间呢，咱两个拢最后一间来饮一杯。我讲你调来，伊讲调中山的啦。最后一间嘛吼，伊讲最后一间嘛有希望，最后一班车有法度。这个你都有机会，安尼你看有没有信心？弟兄姊妹，我觉得你是最后这个世代神要拯救的人，有机会，神要大大使用我们，你知道？啊，我考掉什么科？电影科，有厉害不？电影戏剧，你起码读啥都唔知呀，跟他知几项物件，跟他麻球。我那这，大家都替我祈祷，甲主公、主啊，改变我这个囝，来改变我这个小弟，改变。我大暗中等去食饭，我阿姐就讲，我就祈祷，主啊，拯救我的小弟和上帝，为拯救伊的来临，帮助伊活出去。然后我对阿姐讲，阿姐，你免阁祈祷啊啦，有一天我上帝就好啊，免阁拍麻雀安尼啦。伊讲你也拍啊，当时我讲我唔知，我阿姐就甲奉耶稣名斩断这个魔鬼撒旦离开。啊！你好吼，我就真正听伊的话，将马上伊也提个婴儿球给他弹落，奉耶稣灭绝他，等下嘛是搁去拍。还记吗？我跟各位讲是，大家都有肉体，当神的话进到你里面之后，你会发现到神就会开始带领你。我就讲话，即个假讲阿平，我从细汉的，从你细汉的奉耶稣上帝。你若无行这条路吼，你会足凄惨的。我行一个，我叫阮阿姐苏玲的恐吓，恐吓了起来，我真正放下一切吼，从今就从良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只甲讲了，我的真正从良到今天。弟兄姊妹，不要太小看自己，在我里面的比外面的怎样还大？你相信神，在我里面的比外面的怎样还大？在我里面的。要做的事比耶稣怎样还要大 ？Amen。啊，一早起咱有三个兄弟个，三个啊，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或者小兄弟，因为南部要来休息嘞，咱来大家请咱起立好不好？让我们站起来。好，我们要为他们来施洗，然后我们要预备来守圣餐。三个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我阮所听的吴弟兄、伊的负责人、啊伊的家里，今仔日要受洗归了耶稣，主啊，你听伊，伊伫庄卡伫南部所在，愿你的灵永远跟伊三个地带，帮咱这个家站立得住，帮咱这个家。为当了后，因的生命拢改变，因的运命拢改变，因的未来拢总改变。因要看到上帝恩光，在因的家庭的中间，在过去历史的中间，我相信信靠耶稣的人，拢要受耶稣大大的祝福。主今仔日求你祝福这个家庭，来用你的水来洗净这个家庭的污秽跟垃圾，让这个家庭清气、圣洁、无瑕疵。和这个家庭的未来完全改变，和所有的病痛拢离开因，和心灵的捆绑拢离开因，和祝福临到伫因的家庭的中间。主啊，用你的水，甲因家洗礼，去奉父子圣神的名，阿门。
我用水啊，加伊个太太加洗礼，回关加洗礼，是奉白家圣神的名，阿门。我用水加正廷加洗礼，是奉白家圣神的名，阿门，阿门。主啊，我恳求你通过这个水洗，互因清气，互因甲基督三个结合，互因有各活的活命在因的内面，有新的未来、新的荣耀、新的稳定，甲主在因的内面。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请你看看，来来来。安尼今晚咱三个来祈祷，天父，阮这个时阵，嘛要修圣餐。我你甲阮三个弟弟，互阮食你、啉你，互你的活命在阮的内面。我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啊！你今麦请坐，咱要来修圣餐啊！咱请张导啊，将咱的刀啊来拾出来哈！我们一起再来祷告啊！咱三个来祈祷。耶稣，这是我们要跟你三个吃这刀。我所吃的是看起来是饼甲葡萄酒，总是。这是代表你的肉跟你的血，你跟我们说，吃你喝你的人要得到你的活命，吃你喝你的人为死要再活，吃你喝你的人要永远不死，因为我们活在你的里面。所以耶稣求你圣化这个饼，或这个饼吃着你的宝体，耶稣愿意圣化这个葡萄酒吃着你的宝血。搁一届奉耶稣名来宣告讲，既然食你啉你的人要永远踮在你的内面，既然食你啉你的人，伊的身躯要成为圣神的殿，既然食你啉你的人要永远享受天堂的福乐。阿弥陀佛，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打破，咱就安尼来纪念伊。这是耶稣基督宝血，是所设的新约。那么一个点的事，就安尼来纪念伊。我现在用双手放在你胸前的所在，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我也欢迎你来领受这个饼。当你心内有耶稣，我就欢迎你来跟我们坐这个桌，望你一句一句跟我祈祷说，主耶稣，这是你的身躯，这是你的肉，我吃你，我的身躯就要健壮，我的身躯就成为圣神的殿，我里面所有的病痛都要得到医治，所有一切捆绑要得到逃亡。是要说我吃你，你站在我的里面会圣化我的生命，让我完全属于你，让我永远跟你三个点。主啊，通过这个肉，也让我得到饱足，让我的生命得到饱足，让我真正在你里面领受你属天的恩典。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今晚，咱三个来吃这个饼。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饼。
会。主耶稣说，这是我的会，是我所设立的信仰，因为这个点的事就安尼来纪念我。记得讲，耶稣啊，谢谢你的血，让我啉这个血，我就属于你。让我啉这个血，我就甲天父三甲结连。这个血是我得救的记号，我正是上帝的儿女。我真是上帝国的百姓，等我啉这个血，我就赢过魔鬼撒旦；等我啉这个血，我就靠主日日来得胜。我相信这个血抹我，我就要充满神的荣耀，我要充满神的祝福。主耶稣啊，这是你的血，等我啉你了后。我就有你的 DNA， 我永远跟基督三个结连，在我内面所有的挂路、惊吓、论呢，为我的生命中拢会消失。耶稣，愿你来，来祝福我，来稳定我。我要俄罗斯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祝福我们所有的人，这是基督的宝血，那三个来享受这个血，来享受这个杯。说，通过这个圣餐，我愿所有人拢受圣化，和所有一切的病痛拢离开我，和所有一切的咒诅拢离开我，一切黑暗的势力拢离开我。主，因为这个圣餐，我就得到医治，我就得到喜乐和平安。我们就得到丰盛，所以我们该要宣告说，因为这个圣餐点在我内面的比世界更大，因为耶稣在点在我的内面，因为这个圣餐我们结连在耶稣，耶稣应允我们说，我们所做的事会比这个更大，我们就将大的事做在这个世界中间来荣耀你的名，祝满满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这时候我也要用信心和贴心来奉献，愿你来祝福我们的奉献。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安尼姊妹，咱的奉献，你来第一个来个教会，请你免挂意这个奉献。
天父做我的奉献，我现在奉献不只是代表我自己，也是代表我的子孙都在这个稳定的中间。阿伯拉罕奉献十分之一和麦基洗德，我相信以撒雅各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上帝祝福阿伯拉罕是祝福千代。我相信我的奉献永远有千代祝福在我家庭到在我子孙的中间，然后我的奉献真正有利益在上帝你的国度，让上帝的国度可以开阔，让文创的起座一点点都没有惊吓和欠缺。这样祈祷可以说祈祷的名，阿们。那今天又一次跟隔壁人请安，让我延迟的平安慢慢与我们同在。也 OK， 请我们起立来唱一首诗歌。心情话我乐意祝兄弟你这位大我的伟大我的伟大哈利路亚今天又一次呼求耶稣，让耶稣跟我们三个同在，让我们的心充满喜乐。哈利路亚！望你大声来跟我喊话一声，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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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甲咱众人三个弟弟，为是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我的心唱歌，我心唱歌，我乐意主上帝，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唱歌。谢谢，咱也得来避讳。